如果再有人问我什么是时尚，我会说追求梦想，并且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迷失自己，就是时尚。你能把这个土包子一夜之间让他变成一个光彩照人大模特，这就是 stunt。 如果你不把自己打扮得这么超凡脱俗的话，还是很漂亮。你们一定要释放你们的邪念，用最猥琐最色眯眯的眼光盯着他，简直就是行走的灾难。进入时尚圈，你就是白纸一张，时尚行业就是一个大蛋缸，危机处处都在。如果你这张白纸被黑色的墨水染上一点点，你这辈子想洗都洗不掉。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没有钱，没有学历，那个 T 台对我来说哪是想够就能够得着的呀。我一定要让你站到发布会的走秀台上。这世界很酷。